我们俩都是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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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都是黑
全部开枪验货，跟李环。你死了，我现在就是个罪人。我这次是免费辩护，你太天真了。犯的可是死罪。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是，我不该让阿强干这事儿。黑社会背景的犯罪集团，屁就放了。为什么呀？事实的真相。什么叫犯法？谁让你们去的？想拿我的儿子开刀，这帮王八蛋没看错。检察院推卷子了。啊？为什么？不同意我们逮捕聂明宇的报告，田检察官也非常的为难。什么呀，律师？他们呀，什么理由？理由只有一个：张峰致死的原因没有查清。哎，刘队，根据法律程序来讲呢，张峰的死跟聂明宇的批捕、起诉乃至判决都没有直接的影响和必然性，对聂明宇的犯罪构成也没有影响。现在说其他的也没有意思，检察院并且退了卷子。刘队，你说一说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啊，下一步怎么办？让我想想。大刘这跑龙的脾气，还是你说吧。局长，这位，大家都忙去吧。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大刘，到你办公室。要像上回一样了。上回什么呀？停止警察。你说还是我说？我希望你不要有什么抵触情绪。林叔，市里决定成立调查组，调查你在审讯过程中刑讯张峰致死的事实真相。我服从调查，那只要你们让我继续办聂明宇的案子就行啊。这个恐怕不行了。那你们查你们的，我干我的，这妨碍你们了吗？大刘，别冲动，你已经被命令停职了。组织上正在研究处分方案。什么？局长，这怎么回事？嚷什么嚷什么呀？大刘，在会上，我和政委尽力了，但是无能为力。欲加之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林雨，你下来，你下车。 怎么了，贺科长？生这么大的气啊？找我有事儿？我等你半天了。我想了很久，你已经不能用张峰来恐吓我。你们逼迫我干了一些违背我心愿的事，我就是死也要把它洗刷干净。我把你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向天都市的领导汇报清楚了。 你不要再拿我闺女来威胁我，那太卑鄙了。我来找你，是希望你能主动的去自首，可能还有机会。说完了吗？谢谢，贺科长啊，你也算是个读书人，你应该懂得“心本不生，阴境有门”这个道理。你的压力。 全是来源于你自己呀，跟我无关。你和我不一样，你是想活着的人，是想生活的人。我呢，我本是活腻的人。你看，当兵的时候我不怕死，下乡的时候我也不怕苦，多大的苦我都想过，所以。 应该说我活够了，你不一样啊。所以，我建议你把你告我的材料收回来，啊，以免将来给你自己生活造成难堪。我不是为我考虑，是为你，我是担心你，懂吗？啊，今天我有事儿，我就不多陪你了。 哪天咱们再聊啊？到办公室，到酒店都可以。再见，哥。 我正好要告诉你件事儿，我和严明要离开天都，我们俩去云南。蕾蕾，你先躲开一下，我和他单独谈谈。我不走，如果你们谈的是关于我的事儿，我有权利在这儿听。你还是回美国去吧。 严明，他不能跟你去云南，这个可是咱们说好了的。你跟我哥说过什么？我怎么不知道？聂总，我知道，蕾蕾一直在按照家族的意愿行事，她这次要走，也是看不过你和刘振汉之间的争斗。毕竟是一块长大的。你现在学着想管我的事儿。 这是我家里的事儿，你不好管吧？啊，要想挽回这种局面，也许有一个办法，同时，也可以挽回蕾蕾。住嘴！哥，严明说的对，现在是震撼哥最低潮的时候，如果你们之间还有一点朋友情谊的话，你至少应该去看看他。我们俩都觉得这是你们和解最好的时候。蕾蕾，看不看他？ 是我的事儿，你现在的事情就是想着什么回美国，其他的不用你管。明明，我这个妹妹从小我就宠着她，所以做事比较任性，我拿她没有办法。可是我拿你可有办法啊？
小气了，这花就放这儿吧，我可以给它浇水啊，过两天你就回来了。虎子梅，你替我。好，好，好，哎，但是别忘了那个东西，一定要把它保存好。嗯，那可是我们的命根子。放心吧。刘队，你不会不回来了吧？这怎么会呢？我过一阵还想带着利敏。 到省城去旅游呢，找找老朋友，谈谈以前的事情。这是好事儿啊！嗯，好好玩，回来以后跟我们讲一下那儿好不好玩。哼，那当然了。刘队，嗯，那些人太过分了。说句实话，我以后都不想当警察了。怎么了，龚倩？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跟你说，你是具有警察的优秀素质的人，你真的别为这帮人的所为就放弃。如果让我给你写鉴定的话，那龚倩就一定是最好的警察，正直勇敢，对罪案的敏感和甄别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实习生，而且还很漂亮。什么？哎。 别那么难受了，我过一阵就会回来的。记着，这段日子龙腾大案，要想不让它停滞，那就要靠你们了。王明，嗯，别让我失望。知道了。收拾好了吗？我送你吧。好，走吧。 刘队，王明，你看，回去吧。啊，刘队，还是让大家伙送送你。上回大伙送你，你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讨个吉利。这不用吧，我是很快点会回来的。你们都回去吧，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王明，你知道的，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嗯，啊，记住，脑子一定要清醒。刘队，你可千万得回来，要不然我们都不干了。哎呀，你说什么呢？你想哪儿去了？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啊，王明，你这个替我把那个小仙人掌浇浇花，嗯，放心吧，这些小事别忘了。谢谢你们了，回吧。再见，再见，领队。领队，快回来啊！不换咱还会回来的。
汤军，啊，张峰的那份笔录在哪儿？在我那儿呢。不对，刘队带走了。刘，没有，在我桌子上呢。刘队带走了，记住没有？对，带走了，刘队带走了。叶总啊，检查完了啊，孩子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放心好了啊，谢谢，你去看看。好，谢谢。冰雨，这个孩子已经四个月了。你说句实话，你到底要不要他出生？哥，你说话呀！传宗接代嘛。看见了吧，这十几年我真的是受够了。嫂子，那你自己想不想生？可是我不敢。嫂子，你想生就生嘛。蕾蕾，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你哥哥和大刘的事情呢？虽然你哥哥现在占有主动，可是他未必是最后的胜利者。嫂子，我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可是你看到有什么结果吗？我真的无能为力。我明白。可是大刘我们了解，他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还有他的老婆王丽敏，我想他们一定会上诉的。所以蕾蕾，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这件事情是我们理亏。嫂子，顺其自然吧。怎么了，小锦花？闷得很。不是，只是跟刘队办案时间太长了，突然停下来，有点难受。我就不相信你不难受。没什么可难受的。刘队走了，案子不会停，还得尽快的办。我希望等刘队回来的时候，咱们能给他一个好结果。我有信心，你没有吗？空倩，我害怕，我干不下去了。不许害怕，不许说这样的话。怎么了？刘队走了，有我呢，
我死了还有你呢。空姐，我希望哪怕最后只剩下你一个警察，你要把案子办下去，答应我。其实我很早就想告诉你，你跟我小时候想象的警察一模一样。而且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有好处，以后你会明白那种残酷了。我就希望是当他来的时候，你首先要坚强。嫂子，哎，巧了，明宇，怎么在这儿碰上你啊？你现在还有这份闲心上这儿来逛商场？我怎么就不能有这闲心呢？我跟你讲，那个事情越拖对你越没好处。什么事儿啊？你自首去，越早越好。自首啊？啊，下辈子。你看看你，你别以为现在就停职了，我并不怕你的，我停职了也会有人会办你。我也劝你一句，振寒，有些事儿过去就算了，别抓着没完没了。你以为你的事情小？先把你自己的事儿料理好吧，有空我去看你。嫂子，再见了啊。见。你胆大是不是啊？你不怕死是不是？你不怕，我更不怕。进来。政委，找我。嗯。哎呀，还是您这儿舒服啊。嘿，少废话。哎，政委，找我有事啊。调查组要看聂明宇和张峰的卷宗，你抽时间给送过去。卷宗不在我这儿。哎，检察院不说已经退回来了吗？现在在谁手里呢？刘队带走了。胡闹！他已经被停职了，怎么能让他带走呢？政委，这案子一直是刘队负责的，他要卷宗，你说我能不给吗？再说了，他要卷宗的时候，不是还没被停职吗？王明，你少跟我动心眼儿！我告诉你，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你知道欺骗和隐瞒领导是什么后果吗？政委。要不你也听我芝麻，我这两天身子也不舒服，我也歇两天。你以为我不敢啊？政委，你是领导，你是首长，你什么不敢？不，王明，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哈。政委，你别发火啊。你想啊，他刘正汉也不是傻子，他可明白了。那份卷宗可是某些人的心病啊，这么金贵的东西，你说他交给谁放心啊？好，知道了，没事了，去吧。那我走了啊。等等，啊，还有事儿啊。明天开始，调查组的同志要分别谈话，哎，配合着点儿，别稀里马哈的。务必在我的办公室，知道吗？哎，我懂，我走了。政委啊，嗯，刘队走的时候跟我们说，让我们有什么事都来找您。他说，您可是个好人啊。我走了。好人。我
算哪种好人呢？你好，请问到哪里？请问到省城最快的一班车几点？2小时一班，马上就走。哦。你就是李东吧？是的。你为什么留胡子？你是老警察了，公安条例规定你不知道啊？知道。哎，领导同志，最近这些日子重大案件频频发生，他们一直在外边跑外勤，我呢一直驻守在刑警队，我现在连老婆孩子长什么样了……哎，行了，你参加了审讯张芳？参加了。对啊。我问你，刘振汉动了几次手？动手？动什么手啊？当然是拷打张峰了，还能动什么手啊？没有，一次都没有，这是诬陷。李东同志，你要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呐。领导同志，我这个人平时爱胡说八道，可是有一样，我一到了正经场合，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对，我是一个实习生，可我也是一个警察，所以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话。刘队根本就没有动那家伙一根指头，怎么就能说刘队杀人了呢？这明明就是诬陷嘛。我们是来调查的嘛，也没有肯定刘振汉就是杀人凶手啊。可你这么问就是有倾向性，就不对。虽然我是一个实习警察，但是如果有机会，我还想核实一下这次审查的合法性。我这人啊脾气不大好，那天见到张峰这小子，他油头滑脑，而且不老老实实交代问题，我哪受得了这个，我一下就火了，我一把袖子，你怎么了？哎，我们刘队把我给拦住了，他死死把我拦住，跟我说，小王啊，这样做不符合规定。反正那天早上我和刘队吃早点，我吃了根油条，喝了碗豆浆。突然我觉得没饱，我又吃了根油条，喝了碗豆浆。哎，谈案子。哎，陆书记，我是在谈案子的经过呀，你不需要吗？反正那天早上我和刘队吃完早点就去审张峰，其实我们谁都没有在意张峰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因为张峰那几件案子所有证据都已经在我们手里，张峰可是这个案子的第一要犯，谁会愿意他死？他死了有什么结果？一，诬陷我们办案人员；二，掩盖犯罪真相，嫁祸他人。我们用得着每天去刑讯逼供，一直把张峰给逼疯，让他去找死，让他走到哨兵的枪口下，用得着吗？如果我们刘队要这么傻的话，各位领导，这个刑警队的队长，你们早就该让我王明当。亮亮，哎，你看，我街对面那边有一个游戏机室，你在那后面。上个厕所完了以后到游戏机室等我。爸爸，你进去干嘛？我进去找个人。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哎呀，不用，这里面是小孩不让进去啊。审了这么长时间了，哎，又回来一个。哎，王玉斌，
现在问到谁了？啊，王明也快问完了。不知道王明能不能应付得了？他应该没事的。他脾气毛躁，我最担心的是他压不住火，跟他们发生冲突。他这个人分人，对咱们凶巴巴的，对领导他由着呢。哎呀，真是不怕打不怕骂，就怕调查组来问话。我看这回领导真要动刀子了。哎，王队，王队怎么样？能怎么样啊？三句两句就把他们给打发了，跟咱们刑警来这套太小儿科了。就是，哎，明儿都别出去了，还有第二轮呢。啊？赶紧让刘队回队，专门等他呢。大刘啊，如果真像你这份材料上说的那样，那天都市可就是一片黑暗了。崔厅长，我这有证据证明的。刘队啊，你送过我的材料，我会非常认真地看的。你们局长来省里好几次都提到过你啊，不过我也一定会非常慎重的，因为这毕竟牵扯到省里市里几十个干部，是要惊动中央的。这样吧，大刘，你先回去，等我看完材料以后让雷副主任打电话通知你，咱们再好好谈一谈。厅长，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大刘，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嗯。哎，大刘，从理论上说，我可是不同意你越级上告。难道你们局长也变黑了吗？不是，没有。我想他已经为这个案子受到很多排挤，我就不想再使他受牵连了。好吧，回去为你们局长好。这可是十分火急的事情。雷副主任，你把刘震汉殴打犯人间接致死案的传真再拿给我看一下。好的。这家庭妇男当上了啊，怎么样，合格吗？还行，你快过去吧。王爷爷，哎，乖，赶紧请进吧。我算是给丽敏还债。王爷，嗯，长这么大了。来，唐局，坐坐，里面里面。哎，来坐坐。哎，你这会上我这儿来，是不是怎么不能来？是不是？嗯，是不是怕我承受不住？不是，我呢想给北京的前书记打个电话汇报一下这个事儿，你的意见呢？其实我是不想惊动前书记，这样一来就等于告了聂叔叔的状。当刑法和权力产生矛盾的时候，你这样更高的权力来进行裁决和制约，这点道理你还不懂？但是我希望您在汇报的时候，最好不要太涉及你叔叔。心情我理解，只是我觉得难。我只希望将聂命绳之以法，至于其他就不要涉及的太多了。哎呀，我说刘振汉，刘振汉，你怎么到现在了还没有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给认识到啊？刑讯逼供致嫌疑犯为间接死亡，也是触犯了刑令，那是要判刑的，啊？你除非不整这个案子，他们可能对你网开一面；你要是抓这个案子不放，
他们就要把你往死里整。这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我刚刚到省城汇报过了。这我知道了。啊，明天专案组可能要找你啊，小心为上。柏林啊，这些具体情况就不要轻视了啊，大胆一点，主要是要有利于调查工作。哎，你摸一摸刘振汉的态度，哎，这个干部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的目的是治病救人，不是一棍子打死。能挽救的还是要挽救呢，是不是？好，市长，我明白了。市长对咱们的工作很关心，让咱们放开手脚，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怎么样？刘队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市委派的小马小吴。来，走走走走。我们这次来是受天都市委的委派，来调查犯罪嫌疑人张峰在看守所越过警戒线被击毙一事。刘队长是这个案子的主办人。想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的，还是您来问吧。省里市里对这个案子都很关心，你是不是谈谈接触张峰，尤其是审讯张峰的一些情况？接触和审讯张峰，我们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因为我不明白陆副书记所说的有些牵连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们都是党纪国法的执行者，最好还是直来直去，不要像对待犯人那样绕圈子了吧。接触张峰，除了看守所的干部以外，就是你们了。我们找你谈话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举报你在审讯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现在有关这方面情况，请你如实的讲清楚。我欢迎任何人来对我进行调查。只要调查能够把张峰的死因查清楚，能够促进案件的侦破。但是如果你们的调查是秉着某人的旨意，带着条条框框来达到某种目的，那么刘正汉是绝不会接受这种调查的。我刘正汉是个普通的刑警，你们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剥夺我刑警的权利，甚至把我投进监狱送上刑场，但是我绝不让任何人来让我说假话，我绝不接受逼迫我做出任何对不起刑警荣誉的事情来。绝不。刘振汉同志，我们找你来不是听你大发豪言壮语的，我们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的。你这样毫无根据的攻击我们，别有用心，攻击市委领导，以权压法，这后果你自己要承担的。我可以毫不隐瞒地告诉你，我们不仅已经查清了你刑讯逼供，致使犯人在精神上承受不了压力的事实，而且掌握了有关的证据，狡猾和抵赖是无济于事，只能加重你的罪责。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交代你违法办案的事实，争取从轻从宽处理。任何幻想和侥幸只能误了你的前途，连累你的同事，损害你的家庭。你查清了我刑讯逼供的事实，你掌握了我致死人命的证据，那你还跟我说什么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把我拘捕归案，起诉判刑。大刘，你他有这个态度是必然的，
昨天白天，他到省城公安厅告状去了。什么？怪不得他这么猖狂啊！真是没想到啊！我现在需要全力对付的，竟然是一个我曾经十分的器重和赏识的年轻人。那是他无情无义，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他。哎，不说这些了。刘振汉现在不仅仅羞辱专案组，还指桑骂槐地骂了您。您看这，他刘振汉那是有备而来呀。柏林啊，你的动作要抓紧。今天下午崔厅长给我电话，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来，他还是相信的刘振汉的一些说法的。如果你的动作跟不上的话呢，那将是十分的被动啊。那我立即召集市政法委开会，对刘振汉采取法律措施，怎么样？啊，你看着办吧。喂，找你的，陆柏林。陆书记，喂，郭政委吗？啊，我是陆柏林啊。你马上通知所有政法委委员，今天晚上9点整，召开紧急会议。对，任何人不准缺席。咱们直接去政法委。郭大光一直从心底里厌恶陆柏林整刘振汉的做法，他隐约感觉到陆柏林和聂明宇穿着连裆裤，他不希望自己成为这些人的棋子，但是他又不敢直接对抗这些人。本来他想借病躲过这件事，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出病假条，他最不愿意看到也最不愿意参与的事情便来了。在会议上，陆柏林工作组的成员宣读了看守所曹所长的证词和其他看守的证词，证明市局刑警队长刘振汉在审问犯人的过程中对犯人张峰进行了长时间的拷打逼供，间接导致张峰绝望自杀。而市局局长庞天岳则提出张峰的尸检报告有漏洞，同时张峰之死疑点太多，不应匆忙定论。双方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争论。庞天岳的观点虽然得到了检察院一部分人的支持，但是最终陆柏林操纵大多数委员，以绝对的优势强行通过了对刘振汉采取法律行动的决议。好，表决通过，散会。会议一直进行了一夜，那一夜庞天岳忽然间老了许多。